姐，哎呀，你看你啊，大呼小叫的，一点大户人家少奶奶的样子都没有。我有事找你帮忙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我把东院的小丫鬟们都集合起来了，我要你去教她们怎么化妆、怎么打扮、怎么说话，还有怎么泡茶。你想开院子啊？你想什么呀？要开我早开了，等不到现在。啊，吓死我！那你要我教他们这些干嘛？我想让他们去鱼龙泉给客商们泡茶，为了把这茶卖出去，这啊得要好看。哼，这个我拿手，走吧。走。哎，少奶奶把我们叫来做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还让咱们穿最漂亮的裙子。该不会是要给我们找户人下吧？你是想人家想疯了吧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师傅来了，站好站好站到。师傅来了啊！这以前啊，大家都在家里做活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你们去玉龙泉帮几天忙。这在外面说话做事、待人接物跟在家里头不一样，所以我特地把韩夫人请来，教教大家啊。嗯，好吧，你们走两步给我看看。走两步，行，都跟着我啊，跟着跟着。怎么了？你别光摇头啊，你得教我们。好吧，你看着我怎么走啊。哟，哎，这不行这不行。你就不行，我靠这个颠倒众生的。我们现在是去卖茶的，那行为举止得要用那茶的感觉，纯正清香。明白。纯正吗？就是要大方得体那种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拿手，好吧好吧，来，再一次啊，胸要挺，左摆，左摇，这个左摇，还得再清香点儿，再清香点啊，嗯嗯，来，看我啊，胸要挺，左摇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了吗？跟我走一次。好，快来来，跟着啊，跟着啊。好吧，你们往前走。嗯，挺好。嗯，抬头。嗯，别那么紧。对了，往前走，别摇来摇去的，来放松一点。对了，往前走。哎呀，你们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要换啊。我们这都是新做的衣服，那是新的，去年才做的。土啊土啊，全都很土，全都要换。这样，我叫王管家给你们一人做身新衣裳，这颜色款式都叫韩夫人来定。好啊好啊。还有你啊，你也要换。行行行，都听你的。韩夫人准备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衣服呢？对了，你的茶叫什么名字？叫金花茯茶吧。金花茯茶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再走。对，挺胸啊。对了，对，少奶奶你穿这太好看了。这样是吗？颜色特别。来来来，拿着。就是啊，今天晚上用上啊，明天要美美的。哎，过来。好香啊。哇，好香啊。怎么样？金花茯茶的茶汤是红黄亮色的，所以我选择了淡雅的秋香色。因为你那茶叫金花茯茶，所以呢，我在你的领口、袖口，还有披肩上又点缀了一些金花，作为呼应。真是，好看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对呀，太好看了。我说的是这衣服。我说的是你呀。你看你，又年轻又漂亮，啊，你真的忍心让她当一辈子寡妇吗？那个姐，哎，教我们泡茶吧。哎，泡茶我会啊。哎，要泡得好看，姿态优雅，还是得跟韩夫人学。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，来。
学泡茶。来吧，来吧。可上面都说啊，你们是东岳六美，还说冲着你们以后只来玉龙泉买茶叶。不过也有人在背后说你们什么以色诱人，你听到了不要生气啊。只要能帮少奶奶把茶叶卖出去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生气？春姐，嗯，今天是我认识你以来最漂亮的一天。是呀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这么打扮自己呢。哎，说不定哪位少爷已经看上你了，正在来吴家东岳的路上，给你提亲呢。福来，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的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Thank you.